肖丽林，原名李嘉林，1980年8月4日出生于湖北武汉，中国内地女演员，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。2002年凭借电视剧《上错花轿嫁对郎》获得中国电视艺术家双十佳十佳演员奖。2005年与谢娜、盛超主演青春的偶像剧《极速的浪漫青春》。2006年在都市时尚情感大剧《真爱之百万新娘》中演绎反派角色陈玉，后面他演了《情锁》《真爱诺言》《漂亮租户》等电视剧。2010年在陈浩民、高子淇主演古装神话剧《活佛济公》中饰演许玉莲。2012年时隔六年后在《百万新娘之爱无悔》中再度演绎陈玉一角。你们知道她现在的老公是谁吗？她就是身高185厘米、英俊帅气的金超。两个人相识于拍戏，是因为一部《家庭主妇》结识对方，带着以前夫所生的4岁女儿嫁给了金超。婚后的金超简直把肖丽琳宠成了小公主，简直是爱情最好的模样。2017年3月9日肖丽琳剖腹产诞下一个女儿，这是她和丈夫金超生的第一个孩子，也是她的第二个女儿。肖丽琳如今年近40岁，长相依然甜美，